我抱的，是一个客人给的。你当是个货啊，就是你偷的。给你个教训，瞧瞧，还真不知道天高地厚了，神仙都救不了你，死叫花子。 神仙哥哥吗？对不起，无妨。恩人哥哥，你是神仙吗？你要是神仙的话，可以答应我一个愿望吗？我休息吧。